三年合约终于到期了，我颜小念自由了。<laughs> 喂，秦宇，三分钟，马上来接我。颜小念，程一，他走了，宁总<走>，我怕他受到非议，对外隐瞒了三年，我怕他无法面对。这三年来，我基本不回家，我还特意为他准备了最盛大的婚礼，但他为什么还要逃？ 为什么，宁总？您先冷静一下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以夫人的能力，她一定还在本市。好，给我找，全球通缉，巨额悬赏，一定要给我找到她。是。严小念，逃不走的。严小念。 你走这么快干嘛？着急去投胎啊？皮痒痒了你？我我偷跑出来的，他说不定都还没看到呢。敢从魔王宁总眼皮子底下跑掉，老严，我,我敬你是条汉子。我走太着急了，要买点东西，你先走吧。啊，哎，你别过河拆桥喂！哎，刚才宁氏发的公告你看到了吧？五千万学生找一女的，你看那边那个像不像？ 不会吧？宁氏夫人怎么会来这儿购物啊？这样吧，我盯着他，你赶紧去联系宁氏。寻宁氏夫人严小念，悬赏五千万。严小念，你老公疯了呀？这位夫人，有什么需要可以帮您推荐的吗？我们的新品。快跑！走！嗯、啊！保安，拦住他！ 你干什么、啊？命是把你挂热搜第一了，喏、no. 啊，你不跑，等着被抓回去吧。你为什么看上去比我还着急啊？该不会是你出卖我拿奖金吧？我就是不想让你被抓回去当怨妇。现在怎么办？脱了。啊？ 都给我找仔细点，一只老鼠都不许放过。嗯，是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女孩？嗯。呃 哎呀，<唉>你爹这狗真是太狗了！他到底想怎么样？当初说好了契约婚姻，三年就见三次面，聊天记录一天就能看完。现在合约到期了，他居然全程追击我，他脑子有包啊！对对对，他脑袋上有包。算了，说正事。嗯，你那幅画的买家找到了吗？那人太狡猾了，追踪到的地址在百慕大。那钱呢？哎，说到这个。 你那幅画卖了八千三百多万，对方竟然秒打款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要不然肯定得被那林家截胡了。钱到了、啊、你不给我啊,啊,啊？疼，我这不是还要运营你那个顶尖研究室吗？你那个研究室每周都要消耗个几百万，我可一分羊毛也没薅到。算了，等几天给你打两百万，算给你的奖金。 严小念，宁远来了。什么？严小念，宁远来了。什么？快去我家后院，你熟悉的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演技太菜了，你千万别跟他解释，他不会信你的。嗯。嗯，拜托了，交给你了。<laughs> 哎。 宁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严小念来找过你吗？怎么会呢？这这可是男子闺房，她一个女孩子不能够来这里的。啊！我再问一遍，严小念人呢？宁总，我真不知道小念在哪。 收拾好。嗯,这是嗯，我平时没事喜欢练练字儿、哎。练字儿。程一，把门拆了。啊？啊这夫妻俩都什么破习惯啊？厉氏集团取消对严小念的悬赏，还遵守信用。 请问是严小念小姐吗？宁氏总裁重新发起了对严小念的悬赏。好你个宁远，给我玩阴的！站住、嗯！站住！别跑！ 夫人到嗯。会议结束。宁总，这可是七大洲共同参与的国际会议，所以呢？宁总，你可要好好跟夫人聊聊，不要把人吓跑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嗯嗯、宁头不对马嘴。来一个。 宁远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表面撤销，背后抓我，算什么好汉？宁远，<laughs> 有事快说。大佬，江湖救急！我数到三。急诊室来了十位急诊病人，还有位 VIP 患心梗也被送来了。现在急诊室麻醉师人手不够，可否将我们的麻醉圣手给个面子出山啊？可是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啊。 医院有家仅对 VIP 开放的手术室，我联系过了，没人敢多言。可是我现在在找宁远算账，还别但是了，大佬，人命关天，我在医院等你。对不住了，大总裁，再见了。沈想念，耍我！ 颜小念，你怎么在这？医院你家开的？你嚣张什么呀？从前你只不过是麻雀变凤凰，现在呢？你充其量只是个弃妇。让开，别耽误我正事儿。如果我偏不让呢？如果我偏不让呢？你想怎样？我管不着。但现在里面人命关天，我让你我让开。颜晶晶。 你在这里吵什么？青青，她啊，就是你远哥娶回家三年没被带回宁家老宅的弃妇。原来你就是我哥的契约妻子，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我也刚好不想跟你们一家疯子扯上关系。我宁家也是你能智慧的。我哥执掌宁氏集团，我宁家产业遍布西州。 像你这种不分场合胡乱撒野的东西，不配跟我待同一个地方。宁小姐不必自作多情，我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给你问诊的。哼，救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三年前好像是你出卖自己的婚姻救的严家，怎么这一次又想卖什么呢？神经科在五楼，耳鼻喉在四楼，脑科往上走。宁小姐，慢走，不送。 你不过是我哥玩不要的东西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。里面的大人物也是你这种货色能染指的？啊、怎么回事？我听医生说你还没进去啊。啊，齐医生，麻醉师到了没？被两个疯狗给拦住了。你骂谁是疯狗呢？严小念，你个泼妇你！你先进去。等一下，凌霄哥哥，这个女人目的不纯，不能让她参与林爷爷的手术。 秦医生不好了，既然是颤啊！除颤，肾上腺速进推。除颤，肾上腺速进推。还不照做！嗯、林啸哥哥，你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对啊，她只是我家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妻女而已，根本不懂什么医术的。进去可以，至少先签个保证书吧。既然不信我，就另请高明吧、嗯。反正你看上去好像也不着急的样子。你胡说什么？ 我对我爷爷着急的心，岂是你能胡乱揣测的？你什么心我管不着，我只负责治病救人。啊、小念，你先进去吧。<laughs> 秦医生，手术进行怎么样？手术非常成功，但病人还很虚弱，还在休息。严小念去哪儿了？手术成功怎么不出来？真当我们这么好骗？就是。 他不会是知道出事逃跑了吧？姑奶奶在这儿呢。李少爷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大概半小时就会醒从一开始到现在，这人都显得并不好，不像他们说的是个无知的情。果然是小门小户里出来的狂宇说来就来呀、啊！我不仅会打狂语，我还会打你的脸，严小念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严小念。 严家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给青青道歉？让我道歉？哼，你哥都不敢让我跟他道歉，你凭什么让我跟他道歉啊？别急，我哥马上就来揭穿你，看你还怎么骗人！你说什么？都让开！你说什么？都让开！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严小念。 我丢下七州会议，眼巴巴去找你，你竟敢玩我！谁给他打字我事出紧急，事出紧急就是来找这个姓秦的。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。宁远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有没有关系我说了算。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跟我回家；二，我滚你回家。严小念，宁远哥哥都来找你了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我知，我可太知了。所以宁大总裁，你放过我吧。 啊！不可能！你要是再想着逃跑，我不介意把这家医院给推平了。夫人，您就少说两句吧。凭什么我闭嘴啊？当初说好婚礼结束，契约双方自由，现在你单方面毁约，我可以控告你。控告？为了你的小白脸姘头，你控告我？宁远，你跟我说话注意点。啊、没你说话的份！你干嘛呀，宁远？没我的份。 你知道他这三年是跟你怎么过的吗？外界铺天盖地骂他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他被燕家欺负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他妈狂什么呢？他想要的信任、坦诚，你看不到，你给不了。今天就算能带走他的人，也留不住他的心。所以，你不想跟我回家，是因为你的心在他身上。跟我回家，放开他。爷爷还没醒，他还不能走。 爷爷还没醒，他不能走。如果我今天非要带他走我林家不是很畏惧江城宁总的威名，两位随便出手都能影响千万家庭。医者仁心，不如按我所言，等病人苏醒，我们再离开。这可是你们说的，林霄哥哥，快答应他。要是林爷爷出了什么事，就让他偿命。宁清，她是你嫂子，我才没有这样的废物嫂子呢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丢人现眼。好。 如果病人半小时不行，我这条命赔给你们林家。严小念，谁让你随便赔命的？你生是我宁远的人，死是我宁远的魂。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能不能一边待着？你。啊啊啊,啊,啊！总裁，咱们回去看医生吧。你这几天为了找夫人，不吃不睡的，肯定把身体熬坏了。你废什么话？程一。 快带你们家总裁去挂水！我不想一个没好，一个又推进去。嗯，走。严小念，下辈子记得掂量掂量自己。二十九分钟。宁小姐今天赶着去投胎啊？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？你们严家人果然不一样啊！你们宁家人才都是疯子。严、啊、小念。 我一定要第一个撕烂你的嘴！病人醒了，你说什么？病人醒了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啊！林先生说要亲自面见他的主治医生，也不知道林家给你吃了什么补品，这么大的手术，半个小时就能醒？要不这位医生到我们林家亲自去看看？ 我可没有这个福气、啊。喏，他是你主治医生。哎，林老爷子，你好，我是您的主治医生，我叫秦宇。嗯、呃，听说您找我，我找的是他。嗯？啊？我我我只是一个打杂的。我是心脏手术，又不是脑瘫，谁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会看不出来。嗯、啊。天运气，我非要跟林 爷爷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这是我孙子林萧，林氏的继承人。林氏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我们知不知道都不重要。嗯、秦宇，我们走吧。哎、啊，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！啊哪里痛？叶小念，这里不是你能胡来的地方！臭小子，闭嘴！ 你叫小念，这小子不懂事儿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一来，我胸口就好多了。哈哈要不你上我们林家住上几个月，每个月给你五十万零花钱。我不同意，不同意。我老婆为什么要住你家？啊？ 宁远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只要我不同意，你就只能是我老婆。人家不愿意，宁总何必强人所难？他告诉你他不愿意的。是，我不想跟你这种暴虐无情的人待在一起。哼，娘丫头，虽然你一手医术出神入化，但我林家小子也不错，要不要考虑当我林家孙媳？林、哎、老，我还没死呢。 你想死也不是不可以，我林家不会嫌弃小念的。林老，你还是不要病急乱投医。毕竟我夫人虽然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，但您说的医术出神入化，绝不可能。你少瞧不起人了，我们两个一年才见一次，你很了解我吗？严小念，你要是今天敢当着我的面跟人家跑了，天涯海角我也要打断你的腿。你住口！你 好啊，腿在这儿，你打断一个试试。你打断一个试试。总裁，家和万事兴。很好。林家，我记住了。嗯。严小念，严家还有六成合同在我手上，你回不回家自己看着办。哼、嗯。 哎你，什么狗男，说结就结，说不离就不离，你以为你谁啊？秦宇，我们走。我好像知道爷爷为什么喜欢他了。怎么样，爷爷给你选的媳妇不错吧？也不是不行。<laughs> 林少爷找我来，该不会只是想问林老爷子身体状况吧？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 听说严小姐是宁远的老婆，严谨一点，是前老婆。林少爷找我来，应该都已经提前调查清楚了，有话不妨直说。当我未婚妻，我帮你摆脱宁远 <coughs>。不是你有病啊？你有病吧？严小姐不用有压力，我虽然说是带着诚意来的。 但本质上也仅仅是合作。当我未婚妻，我帮你摆脱宁远的骚扰，同时我爷爷也能开心，我们双赢。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？因为我知道严小姐的心意，比如麻醉圣手，医术。为什么选我？因为爷爷喜欢你，并且你也挺有意思的。 成交，江总裁夫人，滚出去！嗯。严、嗯、小年，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 李先生，请问您和林氏总裁夫人的恋情是真的吗？晚会结束之后，我会一一回复大家。严小姐，外界都说您婚内出轨林氏是为攀高枝，对此您如何回应？谁说的？出来挨打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哪来的狗叫声？严小念，你在骂谁呢？我骂谁你都听不明白。你长脑子是为了让自己显得高一点。 严小念，你竟然敢嘲讽我，你个贱人！<laughs> 今天是林氏的酒会，还容不得一个外人撒野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你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，不要丢了严家的脸面。<laughs> 满嘴的污言秽语，严小念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？给脸不要脸，狗都不要脸，你又是怎么好意思说话的？<laughs> 不是跟你说了，要保护好自己。林萧哥哥，你真的跟这个女人？宁小姐，如果你缺乏家教的话，我不介意替令尊教育你一下。林萧哥哥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说话！想什么呢？爷爷跟我念叨你半天了，走，我们过去。<laughs> 严小念这个贱人实在是太嚣张了！严小念，你给我等着！感谢大家参加我的接风宴，今天邀请大家齐聚在此，主要是宣布几件事。老爷子身体看起来爽朗的很，之前重病的消息怕不是假的吧？林氏嫡孙刚出绯闻，这老爷子该不会是为了控制股价玩什么花招吧？即日起。 林氏集团总裁职位，交由林氏继承人林萧。老爷子，你怎么没有和大家商量一下？我白手起家打造的林氏集团，跟谁商量？你们这些蛀虫吗？另外，我还要宣布一件喜事。林萧，你上来给大家宣布。 最近外界有很多关于我和严小姐的传闻，我想说的是，那些不是传闻，严小姐现在就是我的女朋友。不可能，她明明是我哥玩了不要的二手货，你怎么会喜欢上她呢？这个严小念到底使用了什么妩媚妖术勾引的林家少爷？我和爷爷非常喜欢小念，小念聪明果敢，美丽大方。如果再有人敢侮辱我林霄的女朋友，我林氏一定递上绿扇。 如果再有人敢侮辱我林萧的女朋友，我林氏一定递上律师函。哼，小念，快上来。老头子，我说了我不喜欢高调，那你就忍着。这是我林家祖传的玉镯，今天交给你了。啊 哇塞，怎么会是这枚镯子、啊？老爷子，这可、个、是林家长吉的象征啊！你这是想骂我脑子不清醒啊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镯子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跟林霄只是……哎呦，我又胸口又不舒服了，啊、你快接好，我说我说千万别摔了。价值连城，不许收！ 严小念，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听到屁股里去了。哥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严小念这个女人吃里扒外，你闭嘴！再吵就把你关进宁家祠堂里。哼，宁总大驾光临，是来贺喜的吗？贺喜？我今天要是带不走我夫人，我不介意把红事变成白事。宁远，你未免也太狂妄了。我宁远的名声，看来今天林总要领教一下了。 有我林家在，谁也不能欺负小念。林老爷子，严小念是我的妻子，我们还没有离婚。你胡说，白纸黑字，我们的契约早就到期了。只要我没签字，就只能是我的。这女的还没离婚就出来勾搭林少爷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听说这女的是严家养女，亲妈不祥，能做出这种事也不奇怪。啊、你，我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件商品。当初我为了报答严家的养育之恩。 这三年来，我小心谨慎，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你一直以为我在利用你，你知不知道，当时严家就是个火坑，我是在救你。所以我还要感谢你，严小念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就是你在宁家吃好喝好的时候，我和爸妈还在家里受苦呢。你太忘恩负义了吧？是啊，这泼天的富贵给谁都要感恩戴德。 可惜我严小念不稀罕。三年，三年的时间里，你一共在家六十天。这一千多天的时间里，我看到的只是你的手下、你的司机。你既然不爱，为什么现在要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？所以这些年，你一直都是这么想我。放手吧，宁远。你做梦！你做梦！ 着火了！宁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着火了，咱俩躲仓库里都得死。和我死在一起，你怕了吗？我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不想跟我前夫死在一起而已。快找找有没有别的出口吧。别找了，没着火，刚才是成因。 你,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是，我是疯了，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得失心疯。你倒是给我治啊，严景念，你怕我？你说呀，你为什么怕我？为什么每天想着躲避我、逃避我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谁敢跟一个会杀人的疯子在一起啊？你什么时候到的？ 结婚第一个月，从严家回来的路上。但不是这样的，那天是意外。宁远，宁远，宁远，你没事吧？ <laughs> 要不是送你去医院，<laughs> 这大单就是我的。赔钱货，倒霉种！远 <laughs> 儿，快醒醒，妈妈来救你了。 远儿，你听到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生病，我不该去医院。你你你在说什么？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就不会死了。爸，你是不是很恨我？嗯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宁远，没事。宁远。 再看看我是谁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你妈根本不会死。你就是害死你妈的凶手。你个丧门星，你就不应该得到爱。<laughs> <laughs> 啊！哼、啊！爷爷说他们两个是坏蛋，你别听他们的。你别怕，我以后爱你。 严小念，快起来！骗子，从小就是个骗子。宁远，喘不过气了。宁远，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你有没有哪里痛？手疼，胳膊疼，哪里都疼。 得了吧你，离我远点。你还在生气啊？你调整好自己，然后自己出来吧。啊，跟我回家，可不可以不要走？等你调整好了再说吧。 车上有枚钻戒，把他帮我送到宴会厅来。念念，你只能是我的念念。念丫头，刚才你去哪儿了？爷爷非常担心你。我刚刚去露台透了风。你撒谎！我和青青刚刚在露台，根本就没见到过你。就是，我根本就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你。 有些人该不会在别人的宴会上做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吧？有些人心里是脏的，自然看什么都是脏的。你只不过是严家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养女，装什么清高啊！我就算是垃圾，也当了你三年的长嫂。姐姐，好歹宁家也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反咬一口呢？哼，要不是有我们宁家帮衬，你们严家三年前就消失了。敢羞辱我！ 跪下给我磕三个头，我可以考虑让我哥哥放过你。所以我说，上次在医院的时候就应该去看看脑科。严小念，你放肆！三个响头而已，不算放肆。念念、啊嗯嗯，这么多人看着，算了吧。太帅了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孙媳，练过，只是些打狗技巧罢了。 凌霄 <laughs> 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是在乎我的。这个贱女人就应该把她送去勾栏院去。这个贱女人就应该把她送去勾栏院去。消消气，你没事就好。凌霄哥哥，你怎么也被这个女人迷惑了头？念念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如果你再敢对她不敬，就是对我林家不敬。<laughs> 他是我哥玩不要的二手货，他配不上林家。那你配得上？啊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敢说些什么，我立马将你的舌头割。严小念，你欺骗我哥又欺骗林家，你妈在泉下都得大哭三天三夜。我本来就想这样放过你，但我突然觉得特别不好玩。 爷爷，您刚刚说要给我的镯子呢。啊，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落井下石，但伤口撒盐好像还不错。袁小念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就敢接？刚刚有人说什么来着？林家主母。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林某烧香拜佛，竟得了个。 如此中意的孙媳，今天喜上加喜，<laughs> 两个孩子的大婚，改日欢迎诸位莅临。蓝 <laughs> 小念，你个骗子！你刚才在仓库不是答应过我，要跟我回家的吗？颜小念，难怪你急着戴上林家的玉镯，你果然做了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你还要不要脸？ 一边答应新婚，一边和前夫苟且，我们严家当然没有你这样的下贱胚子。你闭嘴，哥哥，难道你也被这个贱人迷惑了头脑吗？居然骂我，我要回去告诉父亲。如果你不想你们一家三口一起滚出宁家，就尽管去。哼。念念，你告诉我，刚才那一切都是假的吗？你抱着我安慰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 看你可怜，看我可怜。我小心翼翼爱你三年，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你面前，却换来你一句“看我可怜”。没有人让你这么做。是，是我宁远犯贱，上赶着地上脸让你颜小念踩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、啊？ 你不过就是严家买富贵的筹码，要不是我看你可怜，把你买下来，你不知道还要陪多少男人睡才能填上严家的窟窿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可怜？宁远，你有点过分了。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林家也不会被骗得团团转。你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吧？也对，养女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。 确实应该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宁远，你混蛋！呃、谢小你。你敢打我？不想活了你就说。打的就是你！你你再说一遍！宁远，你这个疯子！宁远，你放开！总裁。 夫人快被你掐死了！呃呃呃、这是种心理疾病、啊，很难说会不会复发。家长、啊、最好是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看管。远儿不是疯子，我们不能这么对他。我宁家没有疯子继承人。叶小念，你当真要离开我，和他在一起？没错。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，叶小宁，我看错你了，你根本没有心，我宁愿再回头，不得好死，疼吗？ 林少爷，还是离我远点吧，别惹一身腥。我有脑子，有眼睛，我能看清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先带你上楼休息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乖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送送客人。 小念，你这个狐狸精！我看现在还有谁来救你？别,别挣扎了、啊，好好洗洗你的骚气吧。小念，小念，你不是说你不回头了吗？<laughs> 小念，你坚持一下，我去找医生。 宁远、呃呃，别走！宁、呃、远，不、呃呃、要走！我不走，但是你现在生病了，我必须得找医生。乖啊！呃呃呃、<laughs> 严小念，这下我看你怎么狡辩！呃 凌霄，你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你掉池塘里了，要不是我来得早，今天都可以参加你的葬礼。刚刚，对不起啊，是我失态了。没事，不过小念，你得问清楚自己的内心，我不做替代品。 到底是谁要害我？这都多晚了，怎么还不把我们放走啊？就是啊，林家也没有限制人的权利吧？小二，出什么事了？竟然有人敢在我林家的宴会上伤害我的未婚妻，今天不找到害人者，谁都别想走。哎、那丫头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啊？快去照顾人家呀！爷爷，我没事了。啊，这能走能跳的，这不也没啥事儿。 既然没什么事的话，凌霄哥哥，你就赶紧放我们走吧。我说过，今天不抓到害人者，谁都别想走。好点了吗？这件事情就不麻烦你了，加害我的人，我自己查清楚。嗯，好。我没死，很失望吧？你，你说什么呀？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我死了，你就可以追求你喜欢的宁远了。你你血口喷人，池塘那边本来就是死角，你有证据吗？有一个词叫做不打自招，妹妹这么聪明，<laughs> 不会没听过吧？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反正我没有去过池塘。宁远可不喜欢不聪明的女孩子。<laughs> 我在场的所有人，<laughs> 知道我恐水的只有你颜晶晶一个人。如果不是你。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又是我，那又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是不是？我现在手里就有你勾引林家少爷的照片和视频。哎，这一出落水是你自导自演的吧？真是现在败露了，你就开始栽赃给我。你对得起你爸妈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你真的比我想象中聪明一点。 还学会白咬一口了、啊，哼！你少死鸭子嘴硬！我告诉你，这些照片宁远手上也有一份，到时候你就变成人人唾骂的弃妇吧！你，总裁，咱们没有会议，不着急啊！嗯、我去，这就在床上亲上了。啊 乍一看，这夫人和林公子长得还蛮像的。像什么像？他们又不是夫妻。总裁，你开看慢点吧，都快两百迈了。宁、啊、远，啊、你认为池塘边没有监控？ 但却漏掉了酒店的安保系统，不可能，这绝对是你伪造的，不可能有监控拍到我的。你看，真的是他。是啊，不会真是他吧？你过来啊，看清楚，这就是你故意杀人的证据。啊、严晶晶，你说故意杀人蹲几年？我我只是跟姐姐开个玩笑，开玩笑，这些狡辩的话你留着跟法官说吧。 还真的有人害自己亲姐姐呀！还贼喊捉贼。听说颜小念只是个养女，这颜晶晶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青青，你快帮我澄清一下，我真的没有推她进泳池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杀人的、啊。颜晶晶，你心思竟然如此歹毒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作为好朋友，你都敢欺骗，自己姐姐都敢杀，我宁清没有你这样的朋友。 什么？小念，我觉得你需要看一下这个。据悉，坠桥者是宁氏集团总裁宁远。这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坠桥？总裁他一时失神。行车记录仪找到了，但是这上面的内容。 像什么像？他们又不是夫妻。总裁，你开慢点吧，都快两百码了。我想从车窗爬出来，想救总裁，但他头部受伤晕了过去，身子也被卡死了。是路过的村民帮忙叫了救护车。程啊你先去休息吧，这边我来守着。秦宇。 你也在里面，相信我，交给我。我要进去，你别闹行不行？我要进去，他是因为我才坠桥的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这些人都在看着你，你执意进去会暴露你的麻醉圣手身份。我不在乎。你这是在胡闹，<我>严小念，你想你当年过的那是什么日子？想想你建立实验室的初衷。放心，宁远这条命。 我一定给你保住了。<laughs> 病人家属这边手术同意书需要签一下，我来签。不行，他不能签字。你跟我哥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凭什么签字？那你签。哼 <laughs>，我也不能签。 这种事情只有长辈才能做主。笑话，难道要等宁远那八百年都见不了一面的爹来签吗？严小念，你放肆！我是让你清醒。我不同意，风险太大。宁总的性命关乎到集团上下数千人的生计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宁总个人的生死决定了我们所有股东的利益。宁远平时待你们不薄吧？现在他命悬一线，你们就这样对他？商场本就是这样，他宁远不也趁人病要人命吗、啊？你指责我们也没有用。 你看，宁家人有想承担这个责任吗？手术同意书怎么还没有签好？既然你们家人都不愿意担责，那我来签。你凭什么签字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凭我是你长嫂。谢谢你啊，林霄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。 我是你男朋友，做这些是应该的。宁远他还没有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我们还是不重要。这个是当初宁远在酒店落下的戒指，这个是我林家的，选择权一直在你这里。<laughs> 你这样看着我，让我有点不习惯。宁远呢？怎么样了？脑部受伤严重，送医也没有很及时，命是保住了，但是我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醒。啊啊啊、没事儿啊，他那么霸道一个人，肯定不能让你轻松的活着。嗯 不好意思，特殊病房没有家属同意是不能进去的。凭什么？我是他妹妹，为什么不让我进？我是他公司最大的股东，不信你问他秘书。只要家属进，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搞什么猫腻？我今天非要进去！我今天非要进去！不好意思，这是医院规定。让开！这……哎、严小念，你凭什么只让自己进？让开！我要亲自探视宁总。<laughs> 谁在吵，后果跟他一样。陈小念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哼，你平时就活在这样的吵闹声中吗？我在宁远的病房。医院入口全被记者堵死了，先不要出。 帮我准备新闻发布会吧。宁总昏迷至今，股价持续下跌，请问宁氏如何向股民交代？宁远恢复状态良好，请各位股东放心，宁氏一定会对所有人负责。宁氏过往的公开场合从来没有见过你，请问您是以什么身份做出这样承诺的？选择权一直在你。 凭我是宁远的老凭我手上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宁远竟然真的把半数身家给了一个女娃区区一介女流之辈，如何管得了这偌大的宁氏？你妈也是一介女流之辈，不也把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拉扯大？你从今天起，宁氏由我负责。宁远痊愈之前，我保证股价重回巅峰。如若失言，任君处置。 让你们公关是让你们拿出数据证明公司无责，不是让你们堵上别人的嘴。宁总现在生死未知，人心惶惶的，谁有精力去工作？这不是你们玩忽职守、失败公关的理由。夫人，现在可怎么办？现在咱们公司的股价仍在持续下跌。现在只有找到死亡的真正原因，才能让大众对公司的质疑声越来越少。他同时服用了一种印度的药，引发了急性肾衰竭死亡。你怎么知道 这种药是被禁止的。我偶然间了解过，我们的药没有问题，但实验室缺少了这种药的样本，才会导致死亡个例。这是证据。马上你搞声明，告知大众这类药的风险。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新的公关部总监。哎，不是，凭什么呀？一个小职员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我在公司总监的位置上待了十年呢。下一个十年。 你去牢里养老吧，宁远。公司股价回升了，没有你，我也可以做得很好。睡 <laughs> 几天差不多得了，你的公司还是要自己管的。 大佬，你作品的买家我找到了。夫人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<好>公司这次股价动荡的详细数据也都在这里了。怎么不回去休息啊？秘书部只有你一人了吗？总裁婚后就遣散了秘书部的所有女孩。夫人，其实总裁他一直都……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 这一天的数据为什么会有动荡？明氏旗下的医药品牌出了点问题，但我记得，很快就被公关部解决掉了。走去公关部。是。哟，夫人，您大驾光临，公关部真是蓬荜生辉啊。患者使用药物后死亡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上报？药物是我们经过反复实验才上市的，<你>不可能出现药物致死的情况。你当我傻吗？个体性需要我给你解释。呃 我跟负责人仔细调查了患者的医疗记录，确实不是我们药物所致。所以你们最后怎么公关的？就给了家属十万块钱，签了封口协议啊！你们这是蓄意隐瞒。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。今天我遇到了个小女孩，帮我赶跑了欺负我的人。我觉得她好厉害，和哪吒一样。爷爷说他们两个是坏蛋，你别听他们的。别怕，以后我来爱你。念念被严家欺负了，混蛋，他们竟然这样对他！ 和小念结婚了，但他怎么还是不开心的样子？是因为契约婚姻吗？该死的契约终于结束了，我要拿最漂亮的钻戒给念念最盛大的婚礼。他好像真的要离开了，怎么办？我怎么才能留住他？颜小念只能是我的，谁也不许抢走。英语、嗯、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。 要不要去庙里拜拜？你最近住院的频率确实是有点高。真拔了，公司还有事。你才睡了不到八个小时，这位大佬，你再厉害也不能这么造啊！你不拔我拔。哎，我想知道，宁远他是救了你的命吗？值得你去这么为他拼吗？是我差点害了他的命。之前。 把我从严家解救出来，还真心待我，我还误会他，我欠他的永远都还不清了。他自己不说，怎么能怪你呢？跟我回林家吧，你不该承受这些压力。你想让我也欠你的吗？爷爷想善待你，他喜欢你，而我也是。是我没有这个资格。 林霄哥，对不起，我之前利用了你。那枚林家玉镯，改天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。我林家送出去的东西，没有要回来的。喂，小念，宁远好像有反应了。 我马上过去。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远让你骗我的吧？嗯，一直以来，我的所有行为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下。你们把我当傻子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总裁他只是关心你，只是他不知道。回公司吧。 夫人，你歇歇吧。你已经一周没怎么合眼了。公司项目还有些漏洞，我承诺过要让股价回到巅峰。就算你办不到，总裁也不会怪你的。他什么都不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宁总偶然知道你是一年买下来所有作品，只是为了让你以后有个依靠，顺便给自己留个念想。谁要依靠他了？他那么厉害，从床上醒过来啊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些？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、特别深情啊？他既然做了，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啊？程衣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我的迟钝，我差点害死了他。你们是缺少沟通 <laughs>、哎。夫人，夫人。金宇，准备好了吗？就等你了。 小念，快停下！这样下去会对他的大脑造成无法估量的损伤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宁远，你给我振作一点！宁远，你快醒过来！成、嗯、成功了。 小念，小念，宁远他醒了，人没事了，明天就可以正常交流了。<laughs> 程一，你和宁远一起瞒着我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任凭夫人责罚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天的事情没有我的允许。 你必须永久向宁远保密，夫人，我不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去守着你家总裁吧、啊。夫人，总裁醒了，一定第一个想见夫人啊！记住你的承诺，嗯、否则我让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你。啊、总裁，你醒了，<唉>你刚醒，需要时间修复，快躺下。我的腿怎么使不上劲？ 发生什么还记得吗？车祸，脑部神经没有受损，记忆正常，状态良好。那我的腿为什么使不上劲儿？可能残了吧？你说什么？用意滚！秦少，您就别开玩笑了。我们总裁刚醒，受不得刺激啊。腿部肌肉萎缩，加上车祸时神经受损，能不能恢复得看复健效果。 严小念呢？他好像和你已经没有关系。我问你，他人在哪儿？是不是跟林萧那王八蛋跑了？是不是趁我车祸的时候他们结婚了？你现在腿都站不起来了，有什么资格管他去哪儿？哼 <laughs> <一>！程毅，哎，总裁有何吩咐？扶起来复健。总裁，你才刚醒。 傅剑九，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？现在立刻马上！他醒过来了吗？没有醒过来，他刚刚应该只是身体的神经反应。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啊？实验室那边研究了一项新技术，只要植入芯片，就能刺激昏迷病人的苏醒，但是风险很大。 所以没有确切案例，你要赌一把吗？最坏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这样？未知。手术我亲自参与，剩下的交给你。手术过程中他随时都会醒，这样的话你一念的身份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算搭上整个实验室，我也一定要救他。确定好之后把他带过去，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。三天后手术，项目资料拿给我。 唉，希望你不要让严小念失望吧。宁远，我一定让你醒过来。滚！谁让你插手了？我自己可以起来。 啊、废物，在边上也不知道扶一下，不想跟陈早滚！可恶的颜小念，我都这样了也不来看我，没良心！看不下去就不要看了。他恢复成这样，已经是奇迹了。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如果不能走了，跟杀了他有什么区别？ 你来干什么？要是来看我笑话的，赶紧滚！小念说的果然没错，还没残透，脾气就臭成这样。嗯、你什么表情？欲速则不达的道理，我想你宁大总裁应该是知道的。滚！滚！啊 他的腿还能救吗？能，但短时间内看来很难。其实还有个办法，我们还有项顶尖的康复技术。如果能请到世界名医来会诊，应该就能大大缩短康复时间。这些名医是不是只有用医念的身份才能请得动？ 如果把这项技术专利交给宁氏，倒是可以以宁氏医疗的名义邀请他们。但这样的话，明年我们的实验室压力就会倍增。把技术送给他们，这样宁氏股价也能重回巅峰。有的时候我真搞不懂，你到底算不算是个恋爱脑？哎。 严先生深夜相邀，所为何事啊？<coughs> 严先生如果有事，不妨就直说。本来这件事情我想烂在肚子里的，毕竟是我严家的私事。但这个人呢，与林家实在息息相关，知道这个真相你一定不贵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凭什么和我谈条件？ 把我女儿放出来，我就告诉你严小念的真实身份。说吧，严小念是你的亲表妹。照片上的女人是严小念的亲生母亲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她。但我还发现，这女人去世之前特意去见过林老爷子，严先生。 以前是学编剧的吧，编起故事来真是一套又一套的呀。林家多年前都丢过妖女，这女人和林家相认，却隐瞒了颜小念的存在，我凭什么相信你的揣测？血缘是骗不了人的，就像你们林家天生想亲近颜小念，而我只想救出我女儿。你有没有觉得颜小念跟你长得很像？不会以为是夫妻相吧？颜晶晶我会放，但这时。 你最好烂在肚子里，凌霄哥，一大早喊我出来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很美。凌霄哥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欠你的我会用其他方式弥补。这个镯子，还是还给你吧。 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是我们林家欠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跟我回家吧，以林家千金的身份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的亲生母亲是林家的妖女，也就是我的姑姑，爷爷的亲生女儿。这不可能！如果不是千真万确，我怎么敢来？ 看来这镯子呀，就该属于你。我我有家人了。你是我的妹妹，林家就是你家。我想见爷爷。嗯，哥哥带你回家。宁远哥哥，晶晶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你离我远点啊！ 人家一听说你住院就来看你了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吃完赶紧走。人家把你放心尖尖上，你不会还想着那个住进林家的那个贱人吧？嗯？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狗、啊、仔都爆出来了，林萧和颜小念在咖啡厅亲密相拥，甜蜜归家。不信你看嘛。颜小念，你竟然真的背叛我！ 总裁，这一定是误会。夫人，不用叫她夫人，她不配。哎、你看，宁远哥哥，严小念就是把你当备胎的。他都和林家少爷回家了，手上还戴着你的戒指。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，他说的有错吗？我受伤这么久，他连一次医院都不来，我就不信他不知道，这不是背叛是什么？总裁，其实夫人她……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天的事情。 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必须永久向宁远保密。你不用替他解释了，既然他已经决定好了，希望他不要后悔。颜小念，我不会让你和别的男人幸福的。感谢以林氏医药、医念实验室为代表的企业家对全球医疗产业的支持。乖孙女儿。 真有本事，一个人创办了文明国际的实验室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崽。爷爷，你小声点，我还不想公开身份。有什么好藏着的？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我多了个如此优秀的孙女儿。爷爷，您啊，别给小聂添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臭小子，林家怎么有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？哎，还是孙女儿好。 接下来由我代表协会向以上企业家颁发终生荣誉奖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宁远，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做复健吗？你果然什么都知道。我这里有依念和林氏勾结的证据，我怀疑他们有意垄断市场。 难怪这个实验室今年突然冒头，原来是在和林氏合作。林家的野心也太大了，偌大的家业竟然还想垄断医药市场，干脆我们都跟你姓林得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一念和宁氏也有合作，一念是你的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<我>还是说，林氏陷入风波，你心疼了。林氏和一念只是正常的企业合作，没有垄断市场这一说。 那这个，你们怎么解释？哼，聂远，你可以走了。严小姐好像对我这双腿痊愈很意外吧？什么？我这双腿没有残疾，严小姐很失望吧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别再装了，你就盼着我终身残疾，好攀上林家这根高枝吧。你听谁说的？ 到底在说什么？严小姐的好演技，还是留给你的心上人林少爷吧。<laughs> 各位，我这双腿能快速痊愈，是因为得到了一念全球最顶尖的技术。他们和林氏勾结，私藏技术，目的就是上市时获得暴利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胡说八道！一念是将技术无偿送给宁氏的。严小姐这么笃定，我都以为一念是你的了。 有些人以为住进林家就能高枕无忧了，你不会太天真了吧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说话？他是我的人，你说有没有资格、嗯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？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宁远、啊，你别闹了，我们回家说好吗？回家？我们还有家吗？<laughs> 就是这双眼睛，这双眼睛一片骗了我十八年。<laughs> <laughs> 宁远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是男人吗？我一心一意爱着呢，他却趁我无法行走时爬上了别人的床。我头上的草原能养上百匹羊，你说我算什么男人？你，你混蛋！我耍混，林小宁，配不上这个粉。骨。你要干嘛？ 从今天起，严晶晶是我宁远的未婚妻。小念，听说宁远要在酒会上公布自己的婚讯，你确定要进去？二婚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嗯。哟，我还以为是哪个流浪汉溜进来，没想到是前嫂子呀。眼睛不好就去治，我光明正大走进来。要说溜。 这个酒会是老鼠洞了，嘴巴倒是挺厉害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你没有邀请函。<laughs> 我怎么不知道宁小姐什么时候改名叫王梅了 <coughs>？宁小姐原来没有邀请函啊？你有邀请函又怎么样？穿这一身破烂就想入场？我劝你赶紧滚出去！ 要不然到时候被赶走，丢脸的可是林霄哥哥。毕竟乞丐与狗不得入内。<laughs> 你凭什么打我？不好意思，我本来不喜欢打人，但刚刚有只鹦鹉在我面前太聒噪，很烦人。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都围在这干什么呢？原来是林总和严小姐大驾光临，令某失礼了。 我记得我没邀请你啊，<不>严小姐可一定得到，我还特意准备了礼物呢。小妮 <laughs> 这是鸿门宴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回家吧。既然他都已经说了，闯一闯又如何？ 总裁，差不多可以开始了。嗯，今天这个酒会，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在我重病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严小姐一直对我不离不弃，所以今天我要给她一个名分。从今天开始，严晶晶就是我的未婚妻。 一元，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礼物吗？好一个严小姐！严小姐，他跟你说的？恭喜宁总为爱抱得美人归，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蠢爱战士。严小念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？说什么你不清楚吗？真正的严小姐。 是谁？严小姐手术室都敢进，怎么现在害怕了？难道说真正的严小姐另有其人？你闭嘴！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哥哥、啊。严、啊、小念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试试！这种羞辱人的鸿门宴，简直是个笑话！站住！ 让你走了吗？收起你的幼稚，我没有功夫陪你玩。我们走。念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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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药量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忘不了那个贱人？ 我不是故意要你生气的，啊念念、啊，你是我的，嗯，你只能是我的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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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一下。 程特助干了多少年，这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啊？你走。嗯，啊，嗯，不和我聊聊吗？我亲爱的未婚夫。合约情人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不用我提醒吧？ 既然远哥哥好这口，我当然要满足了。现在我们宁大总裁有时间跟我聊聊了吧？你个贱人，敢算计我！<laughs> 想死就直说。我保证死之前，我一跳也一，眼小咪看见我们的床照。<laughs> 你想要什么？嗯，捧我当影后。 就你这鸟样，还想当影后？那鱼死绝了！我就这要求，你要是答应的话呢？我保证照片烂死在我的手里。再敢越界，我保证严家连你的骨灰都找不到。严小、啊、念、宁愿。只要我攀上了高枝，我保证一定把你们踩在脚底下。 看到前夫哥和新欢亲亲我我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哼，我不想误会你是在逃打。哎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但你必须先想好夸我的台词。我数到三。嗯，过影后确定出席金鹤奖，他这次的造型权我帮你拿下来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必须是真的呀。这家咖啡不错，我请客，随便点。走了。哎，你这样很容易没朋友啊。 这是我们严老师的地盘，闲杂人都把物品挪开。嗯嗯嗯、是谁这么没眼力劲敢占我们严老师的位置是？是哪条狗？主人不在，还在这儿耀武扬威呢？是哪条狗？主人不在，还在这耀武扬威呢？是什么人，敢对我们严老师不敬？敬他，他敢接吗？哼！啊 喂，宝贝儿，你到了吗？啊、红毯这边记者太多了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嗯、好。这谁的声音啊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咱们这化妆间只有顾影后，难道她就是顾影后的造型师？切，就她！听说顾影后这次请的可是国际团队造型面。她、哦、应该就是个小跟班吧？哎，<laughs> 哎呦，宝贝儿，我可太想你了。难道？ 他就是传说中出道八年从未露过面的首席造型师。怎么样，这次红毯造型还喜欢吗？我可太爱了！你是不知道外面那些男人对我疯狂的样子。<laughs> 对了，宝贝儿，哦、这次之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，好不好？嗯。太玄幻了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顾影后吗？顾前辈，我能借用一下你的造型师吗？ 我的造型师啊，他还在半路上，我想换个发。啊呵呵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早到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句？严小念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顾前辈呢！怎么，小念可是我的宝贝。嗯嗯、你是念的首席？怎么可能啊！一点小爱好。哼。 盯着我的人看什么？你的造型师在这儿，你现在不着急改发型了？哼！哼！颜小念，你竟敢摆我一道，这次我一定让你名声扫地！哼！念念，你看，我这礼服好像坏了。 不能穿了，不然会走光的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换备用造型，肯定来不及了。如果能到最后出场，就还有救。嗯，看看吧。念念，回头我一定要给你的手上保险。 快点去换上吧，今天晚上一定是你艳压群芳。你这样根本就伤害不到严小念。你是宁家大小姐，你是会说风凉话，记仇可没有用。 咱们要不要一起联手？你要是有办法，你会找上我，我又不傻。只要颜小念消失了，就不会有人来烦我们。你想干什么？哼你去拖住宁远，我来找人做掉。你有把握吗？我可不想再被关进去了。都是些亡命之徒的人，只要钱管够，就能让一个人消失的无影无踪。 严小念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严晶晶，快出来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耗。严晶晶，严 <laughs> 小念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嗯 <laughs> 还有几分钟，有什么遗言吗？怀表里的照片是你女儿吧？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一窝狐狸，也可能有只豺狼。不能说，但是我的熟人，不是死敌，就还有余地。他给你多少钱，我出双倍，买我自己的命。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都觉得人命只是银行卡的尾数？真可怜。你不是也为了钱买我的命吗？你懂什么？<laughs> 你想激怒我、啊，你想拖延时间，那就试试看，到底是你的救兵来得快，还是我的手松你。快？等一下，放了我，律师会给你打一笔钱，帮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说你无是，说你宁是。好一个宁氏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却将受害者家属逼上绝境。如果不是他的药物出了问题，害死我女儿。 我的老婆也不会跳楼，他们却给了我十万块钱封口费，真是可笑。在他们眼里，人命也只是数字而已。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嗯。 你的女人现在在我手上，城西烂尾楼，天亮之前五千万现金，拿钱换人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本市有名的慈善企业家宁远，谁敢不知道？远哥哥，今晚不要走了好吗？说话。阿远，阿远，救我，救我！叶小念，你现在的骗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怎么，严家连卖身的钱都不愿意多给你吗？ 今晚消费我买单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看来宁远是真的不在乎你。既然如此，你也没有活着的必要。啊啊、不要！等一下！等什么等？说。你的目的是五千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让他带钱来找你。你闹够了没有？ 阿远，救救我！我被绑架了，我好害怕！你救救我！颜小念，你苦肉计倒是玩的很好啊！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现在就在城西的阑尾楼，你快点来救我，阿远！颜小念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了吗？你就是块捂不热的冰，我不会再信你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你信我一次好不好？阿远<元>，你救救我！为什么要救你？ 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远哥哥？人家还在跟你玩骰子呢，你玩骰子啊？你跟燕青青在一起，同样是一个家出来的，她就比你有情趣多了。哼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来了是吗？如果你做的比她更好，我可以考虑。叶小念，娶我，用你的声音。宁远，今天是我做了太多的错事。 如果有来生，我们不要再遇见了。远哥哥，是晶晶没让你尽兴吗？啊，远哥哥！哼！总裁，先换身衣服吧。她是他的妹妹，他不是他的情人。总裁，你先去休息室吧。 等夫人手术结束，我立马通知你。为什么你能看出来的事情，我却看不出来？总裁，别跟着我！总裁，夫人手术结束，被送进 ICU 了。 什么？念念，念念，你这个废物，连自己老婆都护不住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让我进去，我要进去陪他。小念就是因为你才被他们俩绑架的，你不配在他身边。要打架滚出去！别恨我，黄泉路上咱还是吧小念<聂>，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你快醒醒，念念。 念念，念念，秦月，你快救救念念！你为什么不去救她？啊！<你>小念多处器官出血衰竭，如果不及时输血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抽我的，抽多少都可以，我是 O 型血。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我不行，你行。我也不行，小念是熊猫血。那林香怎么是？严小念是我亲妹妹。 所以我不能给他输血的，明白了吗？现在就去找血库。宁远，我告诉你，小聂要是出任何事情，我会让你全家陪葬。已经尽最大努力了，但目前情况，内脏受到多处撞击，导致大脑长时间缺氧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。 他可能这辈子都只能像一个植物人一样，永远躺在床上。植物人？这他昨天还好好的，你凭什么说他是植物人？你个庸医，不行就换别的医生来。他好好的时候，你又对他做了什么？你昏迷的时候，他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女孩，替你挖出集团蛀虫，一个人守护了偌大的宁氏。那你呢？因为你的骄傲自大、偏执狂妄，一次次的伤害他，误会他。 即便你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他何曾怨恨过你？是我的错，不，你没有错。我们堂堂的宁氏大总裁怎么会错？错的是小念，他就不该做什么英雄，不该拯救活在深渊里的你。该躺进去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当初那王八蛋死的时候，不是小念帮他醒过来的吗？那个技术，除了小念自己能掌握，除此以外没有。嗯、远哥哥，程一他心怀鬼胎，他绑架我们。哥，你绑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谁干的？ 我再问一遍，谁找的人？不是我，是严晶晶。她心里一直嫉妒你，心里装着严小念，所以找人做掉她。你在说什么啊，宁清？不是因为你暗恋林霄，所以才绑架严小念吗？你别颠倒是非。哥，你相信我是严晶晶这个贱人？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严小念，她是你的心上人，我怎么可能陷害她？哎，袁哥哥，我真的错了，不是，不是我。 你们找的人，我已经抓到了，也交给了警察。他也控诉了你们的犯罪过程，你们的犯罪证据我也不交给警察。下半辈子就是牢里过吧。不是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。我给叶小念道歉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受家人蛊惑，让嫂子陷入危险，我错了。念念曾经说过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你们自己不要。程报警吧。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人。如果能找到当年参与研究的三位研究员和四位脑神经专家，也许能够复刻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 你也知道，小念的水平远超世界水平。那三位研究员在门萨都是顶尖天才，但他们都认小念为师。他们三个好说，但那四个，那四个脑神经专家，一个在南非义诊，一个需要国家许可才能出山，第三个和小念有过节，最后一个下落不明。小念苏醒的概率？ 取决于赵琦他们的时间。如果错过黄金时间，不会有如果。我林萧的妹妹必须醒过来。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，飞南飞念念，你很疼对不对？念念，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 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！我回来了。 宁清和严晶晶，我已经抓住了，我是不是很棒？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救你、嗯？ 程一，程一，哎，总裁，你醒了？照顾夫人太累，晕倒了。念念呢？念念怎么样了？林家传来消息，现在联系了三位专家，只剩最后一位。好，快去推轮椅。去。是。聂总，看来上次你腿残的时候，我帮你挑的轮椅质量还挺好。现在会诊专家已经敲定六个人，但最后这个人不属于任何组织，我也找不到对象了。 逍遥侠休假，全世界除了小念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。逍遥侠是谁？他跟念念什么关系？独来独往，身份不详，江湖人称逍遥侠。两年前，小念在雪山救过他的命。念念什么时候去过雪山？你知道个屁！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啊！虽说这个人性格古怪，但是听说他医者仁心，常年在外义诊。医者仁心。程一，拿出宁十六成的资金，以念念的名义成立基金会。 广招名医，免费进行医疗援助，帮助对象不设限，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，越多人知道越好。明白。公开声明，宁氏集团旗下的医疗公司全部投入项目。另外，地下室面念的话，也尽快转出去，所得资金全部投入进去。总裁，这些可是夫人的全部作品，声势越大越好，才能引蛇出洞。我们林氏也会全面支持。啊？那我呢、啊？ 复刻一念的新技术，也许有苏醒的希望。念之前跟我说过，但我一个人没有把握呀。谁准你这么叫的？你能叫你倒是去救呀。我们邀请了项目工作人员和三位专家，可否一试？我么把握。按照念的受损程度来说，如果失败的话，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疯子。救我的念念不会失败。 三天后清晨，实验室见。哎，太可惜了，一念女神原来真的结婚了，那么仙品的一双手，白白便宜了那个傻不愣登的家伙。他到底看上的那个家伙什么？你不如亲自去问问他。我也想知道。等我把他叫醒，非问他个三天三夜。嗯，开始吧。开始吧。脑电波怎么没有反应？ 你行不行？怎么和预想的不对啊？再等等。喂喂，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现在停下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宁远呢？宁远，宁远，过来、啊！怎么回事？脑电波出现了不安波动，但他可以听到外界声音。你尽量多说话，稳住他，不然的话一切都晚了。宁远，我是宁远，你别怕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 继续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利用严晶晶来气你，我不该不给你解释的机会，你会不会说点好听的？喂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，为什么还要保护他？不觉得他是个累赘吗？大哥哥，你很奇怪哎，小宁远有什么错？错的是别人，我要保护他，以后谁都不许欺负他。 我就是他的后盾。你想和他成为家人吗？因为念念也没有家人。那如果他伤害了他的家人怎么办？认错就好了。院长奶奶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如果是我，肯定会原谅的。你会原谅我吗？<laughs> 我会。 你在想什么呢？跟姐姐说说吧。严小念说他要保护我，嗯、我觉得他很奇怪。也许他喜欢你。大人们说我无法控制情绪，总是控制不住，是累赘。胡说！我们小念远啊，是最真挚、最珍贵的人啊！ 你认识我吗？当然认识啊，我们还偷偷相处了好久呢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大人们老是骗人，哼。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你。脑电波正常了，成了。 念念没事了，给你看看鲜活的念女神。念念，念念，你醒了。你好丑啊！林萧不愧是他亲哥，但你也看不出来颜值啊。女神，是我救了你哦。 求夸奖，求表扬。你好吵！小妞说你好吵，你可以走了。逍遥侠呢？被大人回南极看企鹅孵蛋去了。啊，嗯嗯，你帮我叫一下林霄吧。他知道林霄就是你哥了。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，我醒了。嗯。嗯。你不对劲啊。嗯。没有啊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就问吧。没有。你不愿意说，我就不问。你今天吃错药了。 之前是我不对，是我自以为是、理所当然，只站在自己的角度，却没有问过你的感受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宁远，我还是觉得你不对劲。我没有不对劲，我长了张嘴，却像个哑巴一样，让我们之间平添了许多苦难与障碍，是我造成的。也没有了，我也有错。 之前我一直认为你是满眼利益，没有感情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受委屈了。嗯，委屈死了。你被什么东西附身了、啊？那你要不要哄哄我，看我会不会变回来？啊、<laughs> 你现在样子真的好丑。那我先去洗个脸，我再回来。啊 不用，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。小女远，我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家里地下室都是我的画，我现在也算是个小富婆了。那我算不算是被富婆包养了？你想得美，那些都是我的小金库。 嗯，我还是个造型师，顾永浩，你知道吧？他的大满贯之夜造型都是我做的，那个涅槃造型真的很好看啊！你看到了？嗯，这些都是秦宇帮我联系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的眼睛只看得到你，真是年纪越大越油腻。没有，现在我全部的秘密都已经告诉你了。 你就别生气了。你可以不用告诉我的。我想让你了解全部的我，啊、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，还有我所有喜欢的事物，最喜欢。没听见？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喜欢的女远。 我曾以为，我这一生都要活在黑暗里，直到我看到月光。我想要触碰月亮。我这个人偏执寡言，我的占有欲把我的月光关进了我的黑洞。小念，我是不是错了？你没有错，你只是太害怕失去了。小时候。 我奶奶总说我是猴子转世，每天像个小疯子一样满世界乱跑。但是后来我遇见了你，那个时候你在我眼里就像一个金贵的小王子一样，好像一碰就碎了。后来发现你好像也是孤单一个人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好像都很匹配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想成为你的家人，宁愿。 你是我严小念这辈子选定的家人，宁远，我们一定要一辈子在一起。我们结婚吧。宁是宁远求娶严小念为妻。哼。那，我们今天新娘子有点英俊啊。 你要是不想吃饭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哎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只是我们小念的冰山一角，她的性子可没那么好相处。有我宠着，不劳你费心。新婚快乐。不过我话可说前面，如果你敢欺负我妹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放心，念丫头去哪儿了？宁远。 我的好哥哥，看到我你应该很惊讶，你真的好狠的心呐、啊！程一，你我你给我揪出来！出来是，又毁了我的一生。你想要一个人得到幸福吗？你那么无情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哈哈！总裁，出事了，仓库忽然失火，夫人，夫人也在里头。 林家没有那么些循规蹈矩的东西，今天只有我一个证婚人。严小念是老林家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宝贝，你以后敢欺负他，我林家随时把人带走。爷爷说多少遍了，哎、是林小念啊，好。 我宁愿以天地起誓，以武之命护林小念一世平安。念念，哎，你疯了！这么大的火，你进去就是送死。念念在里边，我要去救他。你就算进去了，就能给小念安全带出来吗？那我就进去，和他死在一起。谢谢你们成为我和小念的家人。要是今天我没和他一起活着出来，明天分钱。 请帮我再找个最喜欢的蔷薇花。哎哎哎！哎哎喂，念念，念念，我带你回家。